接近一点。在我们的我是东吴巨量资料管理学院资料科学系的这个老师啦，那我们在硕士班的训练也有这堂课，但是我们这堂课就是希望能够除了讲论文的写作的方式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都要写论文嘛，到底论文题目要干嘛？怎么去发想论文题目啊？从生活中的议题来发想，其实蛮重要的，其实蛮重要的。那论文的格式啊什么的，找寻的资料其实都是其次啦，网络上现在那么发达，硕博士论文这么多，那其实基本上大家写论文困难度应该不高，我觉得是格式化的问题，格式的问题。那主要还是题目啦，就是大部分很多像我们硕专班48位嘛，每一个人都有遇到困难，就是老师，我题目到底要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啦，困难的问题。那跟每个人领域不一样，那我今天主要目的当然是先跟大家讲说论文写作有什么方式，那再来就是说多讲一些 case 给大家啊，当大家能够想想你到底能做什么。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我们是资料科学嘛，那所以我们比较属于资料分析这一块。但是我们碰触的领域也很非常非常多了，例如说我们的硕专班有中华电信的人，也有电信相关、通讯相关的，那有银行业、金融业，那也有行销的媒体业，那还有所谓的电子商务的相关的类型，所以非常多了，非常多，所以有非常多的类型都在我们的硕专班。那其实重要的 work 是你如何想到你可以做而且有趣的题目。OK， 你为什么说有趣？因为不有趣就很懒得做嘛，对不对？你要写论文是很痛苦的，你平常上班呢、啊，上班就已经够累了，回去还要那一年还要写论文，几乎每一个人都快要放弃，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哦。所以你要做有趣的，你想做的。好，我等一下会多分享几个例子给大家了哈。好的，好，这个EMBA 这个应该说这个 team 算是可以涉猎很广哦。整个商学院基本上能做的 work 应该是超多了哈。那我们就举个历史是有关我们自己学院的哈，那给大家听一下，好吧？我分享一下画面。OK， 那我来讲一个故事吧。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参考，就是有一个男生啊跟女生说，男友跟女友说啊，嫁给我吧，我保证啊，结婚后天天都洗碗呐。那女友就把这个对话截录到 IG、脸书相关的社群软媒体。然后再透过社群媒体的按赞啊，相关的数字啊，然后分享、啊、再传给很多人，或是透过手机传给很多的朋友。那我们说这叫透过社群网络来做一些分享。OK， 那这是主要透过一个社群网络的媒介来做一些保证的事情，例如说把这个对话截录下来。那所以即使你的手机坏掉了，你还可以拿去透过别人的部分啊，没有别人的地方得到这个讯息，有点像公用那个区块链所说的公开账目一样，每个人都可以 share 这个公开账目。OK， 再来呢，女友呢就觉得 OK， 我已经有这个讯息了，女友就用这个我保证啊，搜寻两人交往的LINE 的对话记录。发现呢，男友总共讲了8000次，我保证。然后这叫做文字探勘哦，我利用文字的搜寻或探勘去了解我保证出现了几次。OK， 就好像你去找英文的吃药怎么念，叫 eat medicine 还是 take medicine？ 那你就在 Google 上打 take medicine， eat medicine， 你去看看出来的网页，你会发现 take medicine
自探勘博宝镇东有几次，发现有6000次，8000次。然后呢，最后总是会有，我保证一定有结果嘛？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做到？不好意思，刚才是不是有人会偶尔消音呢？哦，没关系，那个我会录起来。那如果真的有网络消音的部分，那大家可以在Trunkcast上回去看一下那个部分。好，因为网络上我这边是看起来是 OK 的，那没关系。现在讯息上有没有比较不好？应该有没有？现在讯息上 OK 还好，还好是不是 ？OK OK， 好的，没关系，我都会录起来啊，大家能尽量听就尽量听。OK， 因为我这边的网络看起来是还蛮顺满格，用手机啊。那所以呢，男友的我保证呢，达成率呢，发现只有 25%， 这叫数据分析。我保证最后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到，哎，发现有6000次没有做到，就25%，这叫分数据的分析。好，接下来呢，25%到底高不高啊？嘿，所以他就去网络上做爬虫的动作。就一般而言，男生说话爬虫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呢？嘿，就发现呢，这个那一般人说话50%会做得到，一般人在网络上的人 ，OK， 结果这个你的男友呢，只有25%。哦，所以怎么样？最后决策跟他讲说：“哎，这个人不要信他，不能嫁给他。”这叫 AI， 这叫预测，预测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叫 AI。好，结果呢，你后来还是嫁给他了，这叫人为误差。哦，这叫人为误差。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个部分，哦，有标红字的部分，其实呢，都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很有预期，例如说，今天你想做的是社群网络的行为模式，好，那有可能就是说，例如说假新闻也是社群网络会有状态。我想知道假新闻对于什么样的影响，我想知道透过 IG 行销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OK， 那区块链当然比较属于金融业啊，大部分金融业比较会走这一块，不要再走，但是当然不容不好走啦，对，文字探勘有很多人在做，例如说我想知道那个，例如说做保险业的人，我想知道这个医生的医嘱写了什么，对应了什么样的病，数据分析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不管你做问卷调查也可以做，也可以做数据分析，你想做营运，例如说在中华电信业者，我的学生就有在做说 ，OK， 或是哇不止中华电信啊，做我的电子商务网站，很多人都是会员制，那这些会员会不会流失？会不会不当你会员呢？那你怎么让？不要用，这些都是数据分析。再来，网络爬虫也很，大家现在业界上也很常用，例如说我要产生一个产品，金融界来说，那我要去看看别人产生什么产品嘛，所以我利用网络爬虫的方式，大家有没有看到麦当劳出了一个什么黑色的面包的汉堡啊，其他人就开始出其他的相关的汉堡，很类似，就是透过网络爬虫的方式了解别人。然后再来就是 AI， 就是预测，好，现在最喜欢预测了，我预测明天的销售额怎么样？我预测怎么样？这样子 ，OK。所以这些每一个都的蓝颜色的字呢，其实都是未来大家可以想的方向，可以想的方向。好的，好，那我用两个投影片来跟大家说明哈。对，所以论文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论文？其实除了要毕业啊，必须发表文章，其实写对论文对大家的意义如何？大家想想，其实也还好，然后对于硕专生来说，对于假设以我们巨资资料科学的例子来讲，大家写论文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写论文要毕业嘛 ，OK， 就是赶快毕业，不需要发表什么文章 ，OK， 那所以变成说写论文对我们硕专班来讲，可能
会 delay， 所以通常在我们资料科学来说，大概两年毕业的话，大概大部分都选了三年、啊、因为他想要多读一点书，多上一点课，然后论文就摆在一边，这样子，论文就摆在一边、哦、所以对大家硕 EMBA， 我想跟我们硕专班应该是比较像的、哦、其实写论文其实对大家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哦、那主要是学东西。那教育部现在也慢慢的开放一点、哦、就是只要是 EMBA 或硕专班，其实论文呢不需要像传统硕士班一样这么的严谨，这么的厉害，或是需要发表文章，就把它当作一个 technical report， 就什么技术报告一样，那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家我这边报告，所以其实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论文其实是像一篇报告一样，好像一篇报告一样。好，所以基本上哦，大部分的学生哦，就是听到指导教授的指令，然后呢，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写文章，写完就结束了。好，其实研究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你只要觉得研究是有趣的，那什么叫有趣？就是你做的问题要有趣，你才会觉得有趣啊。哦 ，OK。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好了，就是我有个学生是做金融的 ，OK， 金融业的工作，那我就问他说，这个论文你想要做自己相关吗？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啊，我跟你说啊，金融业我是金融业可以拿到资料的主管，但是我也拿不出来，因为所有东西都跟个资法有关，所以我也不可能把它拿出来给你拿来做研究，所以基本上怎么样，这个。不可能做到的哈，甚至还有一些银行业的，更有趣的，他光跑流程能够把资料丢出来让大家使用就跑了一年，真的很浪费时间。所以变成说，很多资料其实公司内部资料是没办法 share， 没办法跑出来的。那怎么办？就其实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要做什么 ？OK。他居然回答我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老师，我想做中医，我想做中医的研究。我说哇，好啊，那如果你有兴趣，我就帮你找资料，然后呢，做一些中医。那所以后来他做的是，有一个人是做的是这种影像辨识的这个部分，然后例如说辨识舌头啊、舌苔啦、辨识耳朵啊、好辨识掌纹啊、辨识什么相关的啊。那还有一部分的人在做。各种不同的植物化学作用跟，什么肝十二经络啊，肝经、胆经、肾经，什么一大经的关联性啊，这个也很有趣啊，也很有趣。就他这个论文呢，就做的比较有兴趣，那写起来也会比较开心，哦、所以基本上要做你喜欢要做的，好、哦、的，这再来。那怎么样要做你喜欢要做的呢？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有资料，拿得到资料哦，否则你的文章大概就是属于传统，我们说文组类的文章，就是描述性而已，没有任何的问卷或是相关的资料的佐证。那当然也是 maybe EMBA 也是可以啦，但在资料科学来说，这个我们的系来说是不太可能的。我们需要讲述一个理论之后，希望透过那个 data 来验证它，对不对？好，对不对？对，所以 data 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好，我不知道各位 data 对你们来讲重不重要。好，那 data 怎么来呢 ？OK， 那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哦。台湾哦比较少 data 释出了哦，所以我们都会去网络上找哦，找这个网站叫做 Kaggle 啊，大家可能有听过了哈、哦。这个 Kaggle 的网站呢，它有各种不同的 data set。有各种不同的 dataset、哦、那例如说有可能有这个中华电信、欸、有电信类的啦，有行销类的啦、哦、有声音类的啦，有金融类的啦、哦、非常多啦、哦、所以对，那这非常多 finance 啊资料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哦、那它都会有释出这些 data、哦、例如说假设你是银行类的，你想做这个洗钱防治或是诈欺防治 fraud， 哎、okay? 啊，它也有很多 critical 的 fraud，OK，critical、okay? fraud detection 有没有呢？好、啊，这就是它的 data set 在这边 data，
哦，你只要登录一下，你就可以下载那个 data， 它都去识别化了 ，OK， 它都，而且它也帮你标注这些人是诈欺的还是不诈欺的 ，OK， 在台湾你很少拿到这种资料了哈。这个 Cargo 的比赛很有趣的哈，很多的在国外的各个领域的资料，他想做预测，例如说营运分析，他想做预测，他就会在公司内部把资料做去识别化之后，把它丢上去，然后他说啊，请全世界人帮我做一个模型，做个预测，希望能干嘛？去预测未来的我的营运啊。那如果你预测对了，我给你多少钱？好，他有个算是非常好用的。那我网站呢，请他们去思考说哪一个类型 data 是你最喜欢的。当然这都是国外的啊，所以国外的文化跟状况可能跟台湾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先用这样的资料来做简单的分析，然后再转移到台湾哦，转移到台湾。OK， 给大家参考参考啦。如果你的论文是很接近要用 data 来去佐证的，那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 data 从哪里来？好，你可以用网络上的 publish 的 data 来做。OK， 好，那所有写论文的过程就是功劳苦劳加运气了哈。这个运气就是做出来好跟不好是两回事啊，你也不知道做出来好跟不好，对不对？就像你做问卷调查的时候出来跟你的假设不一样，那你也是傻眼的，对不对 ？OK。OK， 那论文题目是啥？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你只能列举出啊，你观察或想到的哦，无论大小问题全部列出来。我等一下会举非常多的例子跟大家讲，有这么多问题都可以做。然后，那你可以把它排个序吧，看看你兴趣的困难度跟创意度了。一个好的问题其实需要不断的去思考，好，不断的去思考。好啦，我开始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的哈。啊，给大家听哦。OK， 应该没有人传讯哦。OK， 我举例子给大家听哦。好 ，OK， 那其实巨量资料呢有很多的这个特征哦。OK， 那第一个是资料量很大，如果你要做资料量很大的东西，第二个很快速。那什么叫快速？就是物联网。所以你的论文呢，如果你是物联网相关的公司，或是 sensor 相关的公司，你可以利用物联网相关的资讯做事情。例如说，第一个，如果你是属于长照的部分，现在很多人呢，例如说手机啊，手表哦，手表很多感测，比如说心跳啊、手路啊、这个相关的睡眠指数啊，好、哦、去了解每一个人的行为。那我曾经有个学生呢，就用的是什么？他是卖场那个不是我说的卖场是那种展览场，就是说那个什么世贸展览馆，他每次都举办大型活动，例如说 Computex 哦或相关的，他想知道每一个使用者行为在一个摊位，他比就是他了 ，OK， 对啊，是没错啦，这个直观上这样想。可是你看人多的时候，你能够掌握到每一个人吗？你需要每一个人，你每一个摊位上的每一个人都要盯着每一个行人看吗？这不太可能。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哦，他们就每个人都有手机进来嘛，那进来之后他去侦测手机的动线啊、哦，然后去了解这一个人在他的摊位上浏览了哪些产品 ，OK。那事后，他把这个相关他有兴趣的产品再寄给他 ，OK？ 那其实是不是物联网？有啊，手机有 sensor 嘛，所以他会感通讯嘛，所以他会感应到他在哪一个柜位上最久。同样的道理，假设我不是物联网的人，我是做电子商务的人，电子商务的人，我也会收集每一个登录的使用者。他的浏览记录，看了 A 网站、B 网站、C 网站、D 网站 ，OK。以前我们做数据分析，
我连看过 A 产品，我看了多久，我都记起来。OK， 那我从哪个网站进来的 ？OK， 那我到底哪个网站进来的比较容易买我的东西？所以做一些行为分析啊，你可以做一些问卷或做一些 Google 的表单，问大家说，哎，你是从哪个网站进来的、啊？或是用现在的 Google Analytics 这个套卷工具来帮你做这件事情。你就可以了解哪一个行为模式的人，哪一种人喜欢做什么事情。OK， 好，就像我们有跟摩斯跟麦当劳合作，他们就会想知道说，摩斯跟麦当劳在台北市这么多区都有摩斯跟麦当劳，那请问在哪一区有没有什么明星商品？这一区的人特别喜欢吃什么？这区人这些人吃什么卖的特别好 ，OK， 或者是说这区的人营收为什么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他进捷运站是百货公司里面或是医院里面 ？OK， 那这可以帮助什么？这可以帮助未来你在设点的时候，你应该设哪一个点会比较容易啊、营业额比较高 ？OK， 同样的，这个金融界也是一样，你的数位分行应该设在哪一个点？哪一个点比较适合 ？OK， 这些都大部分都是这个所谓的我们透过资料，旧有的资料来去了解未来你要干嘛。好，那第三个叫整合型。什么叫整合型呢？通常就是，一个东西哦，需要整合多个面向来判别。例如说，今天 7-Eleven 雨伞卖的比较好，因为什么今天雨伞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今天雨下雨嘛，对不对？突然下雨嘛 ，OK， 所以你是不是要把整个气象局的资料也拿进来 ，OK， 然后把它做个整合，来知道为什么今天下雨，为什么今天雨伞卖的比较好？同样的，今天 7-Eleven 有一项产品忽然没有人买，会不会是周遭的全家开了一个促销，然后呢，让你的这个产品呢卖不好？所以很多的东西都要收集周遭你想到的面向。那我举个例子哦，这个难不难？这个其实蛮难的哦。那机器做不到这个事情，通常都是人来思考。那只要你思考多一个面向，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论文。就举个例子，以前做这个股票预测的人，哦，在商学院做股票预测的人，做营业预测的人。OK， 他们都用传统数学统计的模型来做预测，其实发现都不太准。那后来他们发觉到，其实要整合多个面向，不好意思，整合多个面向，例如说新闻，好，例如说股票跟新闻有关，股票跟这个其他的石油状态也有可能有关系，所以他就整合了一些新闻媒体，哦，例如说疫情口罩股可能会不错。什么样的状况下什么股会不错，所以这都是来自于新闻的媒体，所以他们就会整合新闻的面向来去判别股票的状态。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想一个问题了，例如说房价会不会跟一些指标有关 ？OK， 然后例如说OK， 没问题哦。好，那基本上哦，做论文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你今天的论文 OK， 是你有兴趣的，你想要做一个可以实作落地的，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哦。那在台湾哦，做论文的部分哦，大概都跟资料分析有很大的关联性哦，例如说描述性、诊断性。预测性跟指示性，那有一派的论文呢，就是收集好资料，然后就做一些报表，秀一些图表，哦，来解释这个现象，结束了。OK， 这也是可以的。例如说，我刚刚说过了，我想知道房价跟股票的关联性，那我就收集了很多股市跟房价，然
然后画一些长条图啊，画一些波折这个长这个什么这个曲线图啊，啊，去了解他们的关联性 ，OK， 然后或者是说七天看一次啊，二十一天看一次啊，做一些其他的变化来去了解他们跟他们之间的关联性，用图表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叫描述型分析，哦，这个也是可以有一个论文的 ，OK， 再来是诊断型分析，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它会发生。哦，那我可能就会导入一些统计的模型，例如说，它跟它是不是有回归的关系啊？哦，回归的公式啊 ，y 等于 ax 加 b 啊，就是房价跟那个股票有没有关联性啊？你去导入一个统计的模型，像 Excel 都可以做，或是 SPSS 或 SAS 做出来啊。哦，如果 p value， 大家可能有听过统计相关的哈，这个哎，如果过了，或是这个模型呢，让你 OK 了，那你就可以多写一章节，说，哎，我利用一些回归的模型来去做一些诊断，发现，哎，确实有这个关联性，或是相关系数也不错，或是相关的情况下，用一些统计的方式来帮助你 ，OK， 然后我们叫诊断型分析，那这可以增加你在论文上的佐证程度，不只有画图而已 ，OK。啊，第三种类型叫做预测型分析，就是那这个方式所谓的基本上传统我们做回归就是拿过去的资料来做嘛，对不对？那第三种预测型就是哎，我能够预测未来，哦，那我这个模型可以预测未来，做个趋势线，而且还很准，哦，那这个就是强调的是未来会不会发生，就是预测型分析。那这个曲线的这个左边呢，通常大部分论文都会朝这方面做。虚线的右边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比较困难。好，那最后一个叫指示型分析。什么叫指示型分析？就是你的论文呢，哦，除了预测这个人会怎么样之后，我还希望能做什么事情让他达到这个成果。来，我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也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硕专班的学生有人在做客户流失。什么叫客户流失呢？就是第一个，我有很多资料，个人的资料，个人的浏览行为，然后他是会员，结果他好几个月没用，结果我回信给他，他又不回我，所以这个客户就流失。那只要能大部分你还在使用的使用者都叫做没有流失。所以你的会员可能2万，可能 maybe 有100多人是流失的。那我如何预测这个人未来几天之内会流失 ？OK， 我们是要预测型。OK， 如果你想知道是说哪些人会流失，是因为什么原因流失？例如说他上网浏览你的次数变少了，所以他会流失，这叫诊断型。所以通常我们论文都会做说，哎，去了解说，第一个，有些人论文是，我有一个资料，每一个人的基本的资讯，加上他浏览的记录，比如说一天浏览几次啊，一个月浏览几次，一年浏览几次啊，一次浏览几分钟啊，这些都是栏位 ，Excel 栏位，确定这个人没有流失。好，我去统计流失跟没流失一个月浏览的次数的比较值。画个长条图，我去了解流失跟不流失的人，他的浏览的时间，画个长条图，这个都叫描述型分析。好，那我去做回归，去了解哪一个使用者的栏位会跟流失有很大的关联性。好，这叫做诊断型。我可以最后可以得到说，哦，原来一个月看的次数会影响流失的比率。第三个，如果我要做个模型，我去预测这个人会不会流失。例如说啊，他这个月，上个月五次，这个月一次，下个月可能就会流失了哦。所以我就是预测这个人未来会流失。那怎么让他不流失？哦，那就是说 ，maybe， 哦，这个以客户流失来讲，就是说，哎，我给他打个折。例如说，我今天他上网买东西，我给他打个折，我可以促进他增加每一个月上来浏览的次数，而那希望他不流失，这叫指示型。
这样子的事情。通常论文做到虚线的这个左边就不错了，右边做到预测型就很不错了，指示型有点困难，因为你没办法验证到底对不对。OK， 走，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他论文想要做什么等级，然后什么样的等级。OK， 好不好？OK， 那我们来讲一些这个实际的例子。其实这样的例子的，其实就是在生活上跟论文有关，也跟生活上实际产业界落地有关系。怎么说呢？这样的流程其实传统就是资料分析。我举个例子，在美国有一间百货超级市场，它叫 Target。它就好像台湾的大润发、家乐福一样。那这个首先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以台湾嘛，在美国就是这种大卖场就有一个，就跟 Costco 一样，都会有一些会员制度，所以他会记载每一个会员来客的时间买的东西。好啦，那这家他给啦做了一件事情哦，他每一次都去记载每一个使用者的年龄、来客数跟买的东西之后，他发现啊，原本有一个15岁的少女，每次来大概都会买生活用品，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说的这种零食啊、化妆品。好，那过了10年之后，他的行为模式开始买叶酸、胡萝卜素，什么维他命哦。然后呢，他就开始诊断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发生。结果呢，发现说买这样的人呢，通常呢，以前买这样的人呢，通常是孕妇或是怀孕的人、已经刚刚开始怀孕的人。所以呢，他就预测这个女生应该是怀孕的。那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寄了一个优惠券给这个女生，说如果你在一个礼拜之内来买，好，这个奇效优惠券，买什么呢？买叶酸、胡萝卜素加维他命，打包一整个，我给你打5折。结果过了一天，这个女生就来买了。OK， 然后呢，实际问她，她是不是怀孕了？对，她才刚怀孕2个月到3个月。OK， 熟。所以这整个流程其实已经在美国已经落地了，好，然后已经落地了。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使用者他都必须要有资料才做得到。OK， 要有他的年龄、他的状态、他买的东西，所以必须会员制。所以大家想想看哦 ，Costco 进来台湾的时候。就有会员，可是大润发跟家乐福，我们传统台湾本土的大的这种量贩店，以前完全没有任何的会员制，完全没有。以前呢，只有所谓的这种就是地区性的买卖，什么意思啊？经纪人就是我进来，我就给你这个登记好。这不是登记啊，就是进来，就是你没有不用问你会员，你就刷出去结账。所以大润发跟家乐福永远只知道在那个区域大家会买什么，他并不知道你会买什么。而 Costco 会知道你会买什么，因为他有会员制。好，那大家有没有发觉到最近大润发不是最近哦，这几年大润发跟家乐福开始推会员制，原因是为什么？他发现到，如果他广发简讯给每一个 coupon 给每一个人是非常不划算的，也没办法刺激消费。如果我能够发到对的人，让他来买才是对的。可是传统没有会员制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发给谁，所以他才用会员制来累积他的资料。所以他现在开始做。台湾很多公司都是这样。以前没有会员制的，现在开始慢慢会员制。OK， 那发现有会员制才可以做到更进阶，好，那大家来回想一下 ，Costco 跟大润发的差别在哪里 ？Costco 跟大润发大家知道吧？第一个 ，Costco 卖的东西，一进去 Costco， 你看到什么？
你发现你看到的一定都是高单价的，什么钻石啦、notebook 啦、电视啦。你发现卫生纸摆哪里？都摆在最后面，就是或是很偏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卫生纸是民生必需品，基本上大家都会购买，而且它分量又大。OK， 那为什么一开始要摆高单价？这个 culture 不是乱摆的，它也是经过数据统计分析而得成的。发现啊，如果你摆在最前面，大家会觉得，哦呦，这个刚刚购物欲很强，刚进来就看到这个高单价的，买的机会比较大，买的机会比较大。OK， 所以 Costco 买摆的贵位其实是有关联性。哦，再来大润发有没有？其实有啦，你只是大润发的贵位是比较属于 common sense 的，例如说牙刷跟牙膏摆在一起，万洗用具摆在一起，是利用人的知识来摆放位置。可是在 Costco 呢，它是依据人的行为模式来摆放东西。OK， 好，会有点小不一样。OK， 那当然 Costco 是大家知道是那个一箱一箱的哦。那大润发是要人去摆那个商品的哦，比较不一样。OK， 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商场哦，它都会用利用数据的方式来改变它的策略啊，来改变它的策略，改变它的策略，好不好 ？OK， 这边举了一些例子给大家听哈。OK， 好，所以你就尝试的去想办法哈。论文题目啊是什么？你工作想到的啦，你观察到的啦，无论大小都可以列出来，好不好？那就是，所以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痛点，你都可以先列出来，好，再来，你列出来之后，你想看你拿不到拿得到资料吗 ？OK， 如果你能拿到是最好 ，OK， 你就可以佐证你的论点。好，再来，把所有题目拿去跟你的指导老师讨论，或是老你真的想不到，老师可不可以或许有一些题目给你，你来做参考 ？OK， 通常呢？找到题目之后，我们就会从文献之中找出相关的研究方向。我来跟大家讲是要做的，但是呢，不要一旦发现有人跟你做的很接近，你就放弃了。不，有人跟你做的很接近才是好事。什么叫好事？表示有可能做成功。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事情你想了，没有人做的。你看哦，如果没有人做，感觉很开心呢，好创新哦。可是当你要文献探讨或是参考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资料都没有，你写论文也好痛苦。所以你的议题应该希望有人做过，那有人做过才会帮助你做文献探讨。都没有人做过，虽然是好啦，但是论文的文献探讨就不好写。OK， 好不好？然后再来。你可以提出，虽然题目一样，你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面向来去看这个主题。OK， 好啦，请你大家想题目的时候不要乱想。虽然我说可以天马行空的想，但你不要想说我要向太空啊，然后这种不是问题，这是梦想。OK， 或者是说这个太空泛，你应该说。我可不可以搭乘气球上太空？这个比较实具体，好不好？用什么方式做某件事情，能不能成功？想出这样的想法，那我知道很难哈。OK， 那什么为好题目了哈？其实好题目没有什么一定的哈，只要你能够，有时候我们说想题目是说，例如说你是行销业。那你想做行销，那你就先把行销的最大的题目都先想出来，然后再来下底下慢慢的探讨。例如说，以金融业来说，我想知道房价跟经济指数的影响。哇，这个不错，想法还是很好啊。经济指数那么多，请问你要哪一个啊？哦，你不可能全部都收集好啊，你全部收集好你就累死了。你就开始想说，那经济指数有哪些比较容易我抓得到资料的，我就分析那几个经济指数。这就是从大领域专心到小领域，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房价抓不到，你说那我看物价可不可以？我去看其他价钱可不可以？可以的，就是不断的去滚动修正你的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做一个细修，但是大方向要有的，好，大方向要有的。OK， 讲个有趣的问题哦。在1858年的时候，有一个费城的人把橡皮擦嵌在铅笔的尾端，取得一个专利。后来，这种富有橡皮擦的铅笔呢，判定为只是把两项东西嵌在一起，不是新的产品。OK， 所以取消了专利。但虽然专利被取消了，但是这个点子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就是其实你可以把两样东西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好题目，也是一个好题目。OK， 也是一个好题目。所以这两样东西有没有存在？有，有存在。那你把它合在一起探讨关联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OK， 好不好？好，所以首先你要学会面对别人已经做过的题目了哈。OK， 如果别人做过题目很好 ，OK， 表示什么？这个有很多人看法跟你相同，你就有一个参考的依据了。OK， 那表示说，那你就要看哦。今天假设你想知道经济指标跟房价的关联性，你去 Google 上找房价经济指标，然后博硕士论文或是 PDF， 一定有一些人有文章。这时候你把这些文章看一下，说：“哎呦，这个人的文章是怎么样的想法？”去看看经济指数哪个指标，来去看看这个房价的。哎呦，经济指数我还知道其他指标，我来试试看其他指标好了。所以呢，别人做过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摆在论文以前的前人 work， 而你新的你想要知道的指标，就摆在你的 work 来比较看看。OK， 所以别人做过的就可以当做前人的 work。好 ，OK， 所以。以现在来说，很难找到一个议题都没有人做过，很难啊，非常难，非常难。好，那有人就问我说：“老师，那万一我想的经济指标，别人想的经济指标对房价有很大的关联性，那我想的经济指标对房价做出来结果没有很大的关联性怎么办？我是不是论文就没了 ？”OK， 有一种论文是这样子，就是你把别人做过的指标也做。结果发现，哎，在你的 data 上也成功了。你想的经济指标呢，在你的 data 上，哎，就是不成功。那你就可以推荐大家说，这个经济指标跟在我的资料上对于房价是没有任何影响，而别人做的这个指标在我的资料上也还是依旧有影响。OK， 有人说过了，做错的路。或是做不对的路，写出来的论文也是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以生医方面来说，一个病这么多药可以治，也有很多药不能治啊。那所以我今天我踹一种药，发现这个药没效，我也可以写出来这个药没有效，请大家不要再尝试这个药。所以这种也是可以作为论文的，不一定一定要 200% 要有很大的关联性啊。当然你不要跟我讲说房价跟我的我体重有没有关系，这八竿子大家就觉得没有关系啦齁。所以你要找的是一样是经济指数，只是有些指数别人没做过，有些指数有人做过，那有些做过的人成功了，有些做过没成功，那其他人还没有踹过，你可以踹踹看他成不成功 ，OK， 来做研究 ，OK， 好，再来，论文好难，难动笔，真的很难，真的，哎、欸，就我所知，所有的做专班写论文就是一大痛点，除非你已经读过硕士了，再来读一个 EMBA， 另外一个硕士，对你来讲，你应该，既然你都想来读，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很熟悉要写论文，你就不会害怕。通常200%的硕专生都会很害怕写论文，因为他打开 Word 他就不知道怎么写，所以论文永远是从0到100，超级远的。好，问题来了，
那怎么办呢？大家还记得我上一篇讲的吗？一定有人做过你的 work， 所以你才会有参考资料。好，那在这边顺便提一下啊，有人就说老师，那如果我的 work 有人做过，那我要看几篇才能够写文献探讨？我来跟大家讲哦，这个有些指导教授可能会让你看40篇到50篇去写那个文献探讨。OK， 好，那我而言哦，这个硕士班我可能会教他这样做了，硕专班平常上班晚上还要看40-50篇论文，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希望掌握，掌握怎么样？十篇，5篇到十篇左右，一年份看完。OK， 所以你 maybe 到题目看一些文章。OK， 好，所以看了5到10篇左右，差不多了。你会发现，如果你找的文章很接近，每一个人前面的文献探讨跟这个 introduction 叫做简介，几乎都长得好像，因为题目很接近嘛，所以大概都很像。我们称为这叫做不是抄袭，这叫做我参考你，你参考我，所以大家都一样在文献探讨方面。OK， 好，这样如果你发现你找的文章5篇到10篇这篇文章，所有的文献探讨几乎都有互相交叠来去，表示你找对了，你收敛了。这时候你所有的文献探讨，你就会发现很好写。为什么？因为别人都帮你整理好了，别人的文章都帮你整理好了。OK， 好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我写论文最难是从0到100，那怎么样不从0到100？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怎么样从零，不是从0到100，好吧？ OK， 先休息一下。